你无权控制我的人身自由。 霍军，你才刚刚被公司开除，公司系统就出现各种 bug，这明显是你的报复行为。你可救不了我。保安，拦住他！你这种人呢，我太了解了，没什么本事还占据高位，离开我们极光科技，还想利用我们的技术在外面赚钱。丹总，废了他的手，免得以后拿着我们公司的旗号在外边招摇撞骗。 财务部已经计算出你给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，价值1亿刀了。你在说什么无稽之谈？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宣布一项新的举措：从今天起，你将永久被禁止踏入新能源行业，任何收留你的公司都会收到我们极光科技的反向输送。请你拿出证据，否则你就是在诬陷。我可以告你。告我？你一个被极光扫地出门的 loser 还想告我？拿过来。 赶紧把这份协议给我签了！不要欺人太甚，否则在未来有一天，你会因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付出惨痛代价。别废话，保安，给我控制好他，让他签了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